家好，我是一模像。今天我们又回来我们的日常王国纪元啦。你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哦，为什么王国纪元和之前的账号不一样，然后战斗力突然间飙升了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我 OP 一模一模像，这是我另外一个，不是另外一个啦，我的日常第一集的时候啊。你们应该也有听我说过，就是我以前是在 K4 皮粉帮嘛，然后那个时候我玩到三月多我就没玩了嘛，然后我那个账号我是还保留的，也就是这个账号啦，我是还保留着的。我只是我那时我是说，因为我把所有资源还有那一些所有都拆完啦，然后也没有联盟币什么，然后现在 K4 的实力也太夸张啦，给你们看看。现在的 K4 你们看那个战斗力能看的吗？靠，这根本就是傻的啊。然后之前的那个 WWW Hash 啊，这些 Hand 啊什么的，我不知道神锁那些还在不在了，我们来看一下。 God Hand 看来是没有了哦。看来神手那些全部不在啦。然后呢，现在为什么我说话要那么小声呢？你们可能会觉得很小声，因为哦，看看现在的时间吧，凌晨两点啊，我怕被家人来揍我。然后你们也会看到我这边医院，我在医疗这兵啦，这些兵是我以前的残兵败将啊，很久以前的兵啦。三月多的兵在医院到现在还没救啊，他们的那个生活力那个生命性那叫什么啦，总之生命也太顽固啦，竟然可以活到现在啦。然后我说我所有的拆完了吗？你看这六等七等啊，全部都是我刚刚建回来的，原本都没有了哦。然后我的领主不好意思，喉咙有点痛。我的领主呢，很可怜的。我这游戏我已经那么久没开了，我还要被这样，你看啊。我给你们看看，超过分的。看到吗？看到吗？您的领主被 WWW Jack 给处决的，不过分吗？12月21号的时候。不过分吗？我已经没有在玩啦，为什么还要处决我？靠逼！哎呦，然后我现在我是为什么会回来开这个账号来玩呢？因为呢，今天我的那个账号我有点生气啦，有一个越南人就一个战斗力也没多高啊，就一个人跑来，然后趁我们很多人不在的时候，就一次过把我们的整个工会给火烧了一遍呐、啊，然后我是有一点想要来这边把整个账号跨区整个移民到那边去报仇啦，因为他的实力在我这一个账号来说实在太嫩了，我轻而易举啊，他那区区的那二阶兵，我这里三阶兵哎，可是没办法啦，因为我也说过我没有那个联盟币转移嘛，你看我现在的联盟币28000。靠，然后你们也会，然后再给你们看，我说我这个被处决了嘛，然后他说要两天，我刚说到一半，他说要两天，我是花1000的水晶来复活他的哦，就是1000水晶买那个复活的，然后再给各位看一下，就我这里加的，全部都是冰的战斗力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之前在退坑之前我说了嘛。我身为皮粉尽了最后一份力，把 OUO 的很多人给打爆啦，可是我就打爆了那一些，所以我就把所有的战力也全部加在战力啦，就为了打爆他们嘛，所以导致我现在我建造这全部很慢啊，研究我也没办法啦，因为我也没办法重置嘛，你们看我现在的联盟币少得可怜啊。
然后我还想说，能不能用水晶了事，就是用水晶跨区传送啊，怎么的？结果是不能呐、啊。我去水晶找了，没有跨国移民啊。我很想直接跨过去啦，可是这里的我就刚刚因为这里全部高手了嘛，我这样的战力要找一个盟进也是难啊。然后我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盟，GKT Love 这盟主，他很好哦，我一进来就帮了我很多，给了我很多资源，导致我有一点不怕，我到时舍不得离开这里啊。可是他真的帮了我很多啦，然后我也是找了很久这个盟才找到盟金啦，因为真的没有盟要收我啦，我的战力在 K4 现在来说实在太低了，因为我三月玩到现在啊，而且我兵力目前是零啊，然后我现在我就想办法存到90000，重置了天赋之后呢，存个跨国移民吧，然后移到 K76 啦。继续留在这里我也没办法，我也不可能和这里的怪物们一起，全部疯的。然后呢，就主要是说我可能接下来我都会玩，都是日常都会看，你们都会看到这里啦，因为我也不知道我那一边的那个。那个 ID 啊，那个账号啊，还要不要玩呢？因为那一个账号，我怕人家我兼顾不到两边啊。因为现在我这边也没有多稳啊。我这边除非我全部已经弄完18等啊，不然我两边真的太忙了，我不知道要怎样。我没两架电话啊，是难啊。应该是说不是没两架，还有一架是有啦，可是。我很久没开它了，我不知道开得到没有啦。然后我是这样用一家电话这样跨来跨去，所以导致麻烦咯。然后现在我这个是完全没有兵力的情况下的战斗力啦，所以这76应该是绰绰有余吧。然后你们也看到我这个毁灭敌军，我以为才玩，我那时候就玩到三月多，也才玩不久啊，毁灭那么多，真的全部都是 OUO 的。真的我也挺开心的啦，就还有看看这个总采集量，非常的开心。不过之前和皮粉的回忆那些全部也没啦，然后就剩 KT 这些咯。听说老皮还有在玩呐，可是我不懂老皮是换名了呢。黑色已经跨去别的地方了啦，没有他的消息咯。那这个对了，这个我一回来的时候啊，我就拿了1000多个水晶，所以我就2000多啦。我原本1000我就已经花在那个复活啦。然后这些我能复活也是真的感谢现在这个盟主啦，他把资源很多都给了我。虽然讲对他来说，这些资源真的是一点小意思而已啦。可是他是特别传送过来找我的，因为我现在我没办法传送，我还在一个边缘，看到吗？如此边缘，难受。所以我现在我就是跟大家解说一下，就是这个情况哦。我那一个账号呢，我。可能还是会玩吧，不过日常可能都，我日常应该2个都会拍啦，不过就看心情咯，看我拍这里的，不然就拍那里的，爽就拍哪里的哦。然后我这一边呢，我当我存到了跨区呢，然后我心意没有变的时候，我会跨回去啦，我会回去找那个。铁盟哦，因为这边 K 4，一是没有什么那么多人在玩啦、啊，二是全部太夸张了那个战力。所以就这样咯，感谢各位的收看啦，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咯，拜拜。